第十三集，当你年少时，是福不是祸。小人快跑！好像是个人。你们是干嘛呢？这么晚还不下山？不至于。小然学姐，你们认识啊？就高一那学弟。那长得着急了。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在前面敬老院做义工，过来帮忙换保险丝的。太诡异了。是啊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开车啊？这不雨下的急吗？没带雨伞，学姐，你们这是？我们几个朋友一起来郊游的，有人受伤了。受伤了？谁受伤了？快跑啊，小人！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呀？张小然呢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个人，你就是那个受了伤的学长吧？我也是天宝中学的，高一班郭志宇。不是，是他。你脚没事吧？敬老院能消毒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游泳就在前面，拐弯就到了，走。哎，你的车，你的车。对。哎，对不起，学长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退车去吧。你没事吧？走，那边。这人靠谱吗？哎，走，瑞哥，来，走。来，大家先把头发吹干了，免得着凉。能不能先给我上药？坚持一下。疼！你下手太黑了。夏然，夏然你来吧。我给你弄就不错，夏然。我不行，可以，我在呢，怕什么？大不了我给你兜底儿啊。疼？我还没碰到呢。哦，是吗？现在怕疼了？你刚刚不是跑得挺欢脱的吗？啊！上！哦，快点！伤口不算深，但是淋了雨有些发炎了。明天回城里啊，还是得待着。还疼吗？那我去倒水。一起吧，正好把湿衣服都换了。文静。海啊，不哭，我在。瑞哥，你赶紧把衣服都换上吧啊，别着凉。没事，赵爷爷，我自己能行。你小心点啊！小安学姐，学长的伤口处理好了吗？嗯。稍等，我马上去给你们拿被褥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一会儿再挂一下就好了，稍等一下。你是小雨的同学，他在学校也是这样。嗯。这孩子是冒失的一些。他在敬老院做事业。闯祸精。
可是这孩子心很热情的，看他天天乐呵呵的，我都能多喝好多年。我们今天也多亏遇到了他。肖阳，萱姐，走吧。那这个没事，一会儿我爸就好了。那爷，我们走了。你们俩小心哈。嗯。有事叫我，我就在楼梯口值班室。嗯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你早点休息。哎呀，哦，你在哪儿呢？操，你是不是想死了？哎呀，你家电话我替你打过来，战况如何？刘毅本来想连夜来接你，让我和叔叔连声荡回去了。叔叔说明早开车来接我们，干得不错。敬你一躬，小意思。想到你今天情急之下，还不忘牵我的手，你还黑个头啊你！大力，快点睡觉。他俩摸小手。是因为白天太兴奋。既然都醒着，都起来浪吧。收拾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月黑风高，这么好的气氛，七日特别惊悚的节目放出来听听。收音机电池不见了。我们能在吗？怎么没了？你说他为什么筷子没了？海涛，你给我起开！收音机有我吓人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夜半见鬼的小故事。从前有个漂亮的姑娘，她有一头亮丽的短发，就像我一样。你怕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。闭嘴。水哥起猛了，撞到床板了。大力，你快去开灯。瑞哥，你没事吧？好吗？没事吧？摸摸头毛吓不着，瑞哥跟我回家。吓到了要叫魂的，这个是必须要印的。瑞哥跟我回家。硬啊！你倒是硬啊！回家。你别整这些封建迷信，为难瑞哥啊！肖楠，你接着讲吧。讲完了呀，这不很成功吗？你讲了些什么呀？
一惊一乍，老套。套路不分新老，管用就是好套路。那还要讲故事是吗？今天就这样吧。继续吧，我没事儿。那我再讲一个吧。灯就不用关了。常常被境遇推着走，所以往往会忽视那些要命的事。有那么一群少男少女，假日到山上郊游，他们突然偶遇了大雨，于是来到一家鲜为人知的敬老院留宿。树影斑驳，设施老旧，他们留宿的一间房是一间废弃的医务室。这时的他们还不知道，他们来到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，也不知道他们身边是人是鬼。这个我在书上也学过，中邪要泼黑狗血。你别过来啊，我们这儿人多阳气重。就是啊，你们干嘛呀？别动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们不是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我开个玩笑怎么了？下雨停电多正常啊。就是啊，开个玩笑嘛。大家一般般熟，你刚才的样子也不正常。不是，我讲鬼故事总要渲染渲染气氛吧？你们别闹了。周上海，你说句话。你是挺吓人的，萧然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了解我的呀？就是啊，萧然他聊，啊？为什么？我了解你。我叫沈文静，萧然，这个名字真可爱。支持萧然工作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要坚持你的文艺梦，知道吗？你没事吧？就别吓唬吓人了，你俩才认识没多久吧？但是，他了解斑斓黑呀。斑斓黑，斑斓黑，就是我。你们不能因为我磅礴的文学素养就觉得我中邪了呀。萧然，你是我的粉丝对吧？恶俗的言情小说哪里磅礴了？再说你怎么证明你就是……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从内心充满喜悦，是从眼神就能感受得到。对，不知不觉爱上。对，冷酷校霸，偷心贼。对，恶魔少爷的水晶女孩。对对对，水晶女孩。太诡异了！啊！怎么？我看看要不要重新到站。帮我。瑞哥，你说这个灯灭了，它是不是还挺可怕的？呀！保险丝又断了。刘姨，我就在这下吧。等一下，我也下。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坐太久，屁股太疼了，下来溜达。一起走。瑞哥，这回郊游没玩好，吓着了是吧？还行。啊，这回没玩好，我回头琢磨一下，咱们安排点其他的。大家都挺忙的。忙是他们忙，我挺闲的。
这个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，咱俩可以出去玩吗？我没他们忙。好，等我复课了，机会也少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这个鞋里进沙子了。瑞哥，上学的事情你想好了是吗？我要去北华理工打球。好吧。北华理工不是大学吗？你不是在选高中吗？他们说我高考过了个什么线就特招我。一定要看高考成绩的啊。小南。我要好好学习了。瑞哥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去好好读书，我一定努力考上北华理工。不，我考不上。北华理工附近有300分的学校吗？不中。瑞哥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你一个人去江陵的我，我实在抛弃不下你啊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就这水平，现在出书门可这么低的。你轻点啊，我现在可是病号，机会给你好好把握。漫画，水。水。削个苹果吧。夏然，文静。小佳黑，你来干什么？你闭嘴。首发精装，亲笔签名。我真的可以？当然啦。我爱死你了。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。你管得着吗你？哎呦，哎，我的腿。小然。我看程海这受伤挺严重啊，不会耽误咱们演出吧？我们要不要考虑换个演员啊？其实也没那么的，没想到肌肉也没缝针的，医生说1周左右就能下床，要么现在给你走两步。哎，你悠着点，刚上的药。我可是你的女一号，你就对我有点忍耐。机会给你。
好好把握。还是香蕉吧。昨晚怎么在这儿睡的？啊，昨天躺到的比较多，十二点多才忙完。嗯嗯嗯。哎，吃早饭了没有啊？我去给你弄一口去。吃过了。哦，哎，什么时候弄的？嗯，你上楼休息吧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哦对了，特招的事儿我跟你妈说了，她也挺高兴的。厂子我们包了，同学，这个报告厅我们预约了，一会儿要排练的。我们人都来齐了，你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！兄弟们，冲进去，排练起来。不是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别过去！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排练厅我们先预约的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看到没有？强哥，这可不是白练的，你们两个绑一块也不顶什么。哦，兰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人耽误我们体育队排练。你信不信我削你呀？嗯。啊。他们。你几个堵这干嘛呢？体育队练块是为了欺负同学吗？兰姐，你可不能胳膊肘向外拐啊！校庆咱们体育队也有节目呢。男子健美操，健美操，胳膊肘也得讲道理呀。后面排队去。楠姐，帅呀！别光说楠姐，你也可以啊。站在你背后还挺有安全感，是吧？对，嗯。我来帮你，用不着你假好心。你之前排练凶人家了？我证明没有的事儿。我们张导最近脾气可好了，连程海都少挨骂，是吧？可以啊，张导。哎呀，别笑话了。哎，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走走走。哇哦！怎么样？绝代佳人，这假发是瑞哥家的吧？行家呀，我表哥亲手烫。哇，这裙子也挺新鲜，从哪儿弄的？敬老院赞助的布料，赵爷爷亲手缝的。他之前是高级缝纫师，这你都能拿下来，贵人相助。可以，小然，嗯，我咨询你个事儿啊，嗯，你说我怎么才能考上北华理工呢？什么理工？北华。那个分数线特别高的，重本211985的北华。你不用说了 ，I know。你怎么突然爆发这么冤大的志向？北华理工要篮球特招瑞哥，他都准备要好好学习了。
为了一个好好学习，那他不是要去江陵中学了？一定的呀，他又不傻。卖双面服，卖啥？卖双面服，卖双面服啦。哎，卖双面服看看。哎，卖双面服啦，卖双面服啦。双面的，它的优点很多，优点不变形不脱色啊，对，不变形不脱色，一件60，两件100，一家三口都要买，还送尼龙袜一双。送，看哪，好的，看见了，不合适吧？合适，多好的，你看这儿，好，看看，你们看一下这个，来，谢谢啊，再给你们双袜子。下次光临啊！欢迎下次光临，看一下男士的，红色的也好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一中午就卖了50多件，我觉得这生意能做。穿着啊，还挺暖和。哎呀，我给你找件合适的尺码。不用，这大了。是大，我故意拿的大，拿回去给我们家小海穿，小伙子穿合适啊。小海穿合适。小姑，把衣服还给你。小峰，这件你也穿着吧，好看的呀。穿着，老小伙儿，他也是小伙儿。哎，你们家儿子呢？他不是不上课了，非得跟你在店里帮忙吗？他已经准备复课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好事儿啊！哎呦，你别看周瑞啊，平时闷不吭声的，其实，在这群孩子里头啊，他最爱钻牛角尖儿，能想通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北华理工高考能给机会篮球特招，我看他自己啊，对学习也上心多了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是最近啊，为了提高成绩，是不是还要去江陵读书啊？我听小然说，孩子们还都挺舍不得了呢。去江陵的事儿，他可能还要想想。周润发，这种大事儿你得替孩子拿主意呀。你把他叫回来，板着脸训他一顿。训他干什么？孩子又没有错。犯错？等犯错就晚了。赶紧把他叫回来，让他去江陵读书。你是这样，你不会是吧？我训孩子有经验呀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我来训。哎，你给他打个电话。算了，孩子们现在都挺忙的。忙什么忙？他又不上课，忙什么呀？哎呀，帮着校然还有小海忙校庆的舞台剧呢，今天晚上有演出，我今天晚没事儿，我也去看。演出吗？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晚上咱们一起去吧。走。帮我做个头去。干嘛？你抽筋了？今晚我可是有重要任务在身的，所以得好好热身。请叫我特邀摄影师 Mr. Tao。这不是……刘姨的命根子，程海偷出来了。这个疯子，我喜欢。来，瑞哥，拍一张。哎。哎呀，拍糊了。哎呀，你行不行？你再拍一张，再拍一张。不行，我得先上个 WC。你先拍一张嘛，先拍一张，等不了，先拍一张嘛，等不了了。
哎，瑞哥，你确定是要报考北华理工对吧？怎么，怕我考不上啊？怕我考不上？啊？啊，没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我是担心我将来考不上大学。应该不会吧？哎呀，我胡思乱想的。就是突然觉得大家每天都嘻嘻哈哈的，回头都是要考大学的嘛。嗯，一想到要和你和你们分开啊，我你刚说什么？啊，胡说八道呢，就是突然感慨有点上头，啊，我在这儿跟你坐一会儿就好了。渴吗？我去买水。不用，我不渴。你在这儿坐着，我可以。我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吗？我有点渴啊，那你坐，我去买刚刚给萧然订的花到了，你看包。喂，傻子，装什么呢？陈海，清醒一点，把精神都集中到演出上好吗？哦，你要是今天晚上演砸了，这段时间你对我的折磨，连本带利，你会很惨的。当然了，你也不要太紧张哈，这段时间你的状态非常普普通通的，还挺不错的，千万不要有压力哈。你到底想我怎样啊？想你惊艳绽放。那个，你腿还痛不痛了？你悠着点儿。总之，今天晚上你有什么看家本领，你就全使上，要不然咱俩就是一般的脆弱。听着还挺刺激的。逗你呢，我谁啊？不就是一出戏吗？把心放回肚子里。好，出去吧。啊？我要换衣服。哦。虽然我穿的是裙子，但你这么看着我，是不是在占我便宜啊？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。你站这儿干啥呢？里面换衣服呢。你买花了？还是玫瑰？真好。哎，你先别急，等你们谢幕，我和瑞哥给你送坛上去，到时候让阿涛给咱合个影，好歹有个仪式嘛。玫瑰加合影，我怎么觉得我就是个背景板呢？不愧是亲姐妹，到时候机灵一点，稍微离我一拳的距离。回头我好裁判，肖安学姐，肖安学姐，肖邦要做节目采访，叫你们都过去呢。嗯，你怎么拎着这玩意儿走来走去的？啊，对了，孟主任让我帮忙打杯热水。现在就要过去吗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学校门口接我妈呢。啊，你去你的，我去接周乙。行，那你到时候帮他领个座。南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要接热水来的。我五点钟集合帮忙搬道具吗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谁啊？换衣服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我是……
学校还真不错呀。啊，是呢。小同学，是那萧然让你来接我们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就是萧然妈妈的学姐吧？您是周阿姨吧？我专门来接您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不是周阿姨，我是刘阿姨。但是你接我也没错的。哎，小慧，这边。啊，这是陈海的同学啊。啊，周阿姨，你好。同学，小同学，嗯，笑然他们那个节目是在第几啊？哎，他们演的是那个《泰坦尼克号》，我儿子是主演，陈海你认识吗？哎，笑然来了，道具放在墓边上，到时候灯一关就送上去。好嘞。大家都别紧张啊，安排好的人可以去台边上看看演出。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赢定了，站岗霸气，一起霸气！大家努力了这么久，今晚加油，加油！停！大力，你也去啊？哦，我的老伙计，放心吧，我发誓，上帝会保佑我们的。加油，保持这个状态。加油，小然，不错，越来越有导演的样子，心理素质一级棒。其实膝盖都是软的。程海呢？不知道，他。程海。哦，我这该死的风琴。你这裙子怎么皱的跟梅干菜一样？好像是上回收的时候团了团。这儿也没个熨斗什么的，怎么办啊？有了。程海，脱衣服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突然想起现在的你，恰逢蝉鸣随风而起，回忆揉着严肃心，才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想起那天夜里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关于你。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悠然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惧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光门的背影伴着分离的呼吸，那喊出的一字一句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一定